电子医学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曾经想管理自己或者家人的健康？譬如说想更快知道检验报告，想找多些关于疾病或者药物的资料，亦有可能你想开始做运动，但是不知道怎样踏出第一步，或者怎样制定和达到自己的健身目标。大家都有关于自己健康的疑问，有时需要帮助才能够解答到这些疑问。现在的科技能够在这方面协助我们。你可能已经在使用这些科技，在互联网上寻找知识，或者跟家人和朋友沟通对话，或者利用它来做网上付费，或者旅行计划。同样，科技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管理你的健康。这个就是电子医学。不同科技可以在多方面上支持你和你家人的健康。譬如说，你能够从电视机或收音机等传统的科技上得到健康资讯和知识。又或者你能够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健康话题或疾病的资料。你还可以在网上查看检验报告，运用一些应用程式来追踪运动记录，与医护人员在网上联络，通过社交媒体来参加一些患病者支持组织，或存取你的健康记录。这些全部都是电子医学。电子医学可以帮助患病者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，确保患病者能够得到更快、更安全及更好的照顾。好多这些电子医学工具都已经能够在 BC 内提供给你和你的家人。想学会怎样安全地和你的医护人员一起使用电子医学，请浏览我们的网站。